现在播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，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、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、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同志因病医治无效，于2007年6月2日20:03在北京逝世，享年69岁。